欢迎收看《天天好料理》，健康吃百里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哥啊，我是美食达人艾丽啦。哎，阿哥仔，艾丽你好，恭喜哦，来哟，恭喜。过年啊，搁咧恭喜！对啊，嘛是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！今日天天好料理，要炒米粉啊，炒米粉呢？对啦。哎呦，讲到炒米粉，咱这是嘛过年嘛会食到？当然啦，咱莫讲一定要过年啦。啊无咧，逐工嘛听我甲食看卖。安尼哦。今日较无同哦。你甲看，他拄个咱导播讲安怎呢？讲啥？讲有史以来吼，这个材料同款同百的。诶，真正安尼。今日不是普通米粉呢？啊，毋是啥？黑人炒米粉。哦，有海呢，有海，海味，海味，好好好啊！山顶海味总够。安尼，我就是要赶紧的来介绍食材，好不？来，米粉，米粉一定爱。哎，黑人，黑人，对，来蒜末，蒜末，一撮豆油，一撮豆油，香菇，香菇爱。来，大肠啊头，肠啊头，肉丝一撮啦，肉丝啊，黑米，黑米，韭菜，韭菜啦，红菜头，红菜头，油一定爱一撮啦，对，青菜，青菜，淡薄烧酒，好，来，洋葱，洋葱，一撮乌醋，要食米粉，要炒米粉，一定爱一撮乌醋，较袂歹吞。巴肚较袂肚肚，较好消化，水一定要饮水，饮水啦。来高丽菜，高丽菜。好来啊，就说高汤，高汤嘛。嘿，啊，今晚来咱首先先来烫米粉，要烫米粉啊。我咧讲吼，米粉烫米粉有人用浸的，吼，啊，咱用烫的，烫起都，你爱吃少唔难滚哦，浸吼我最远多60度，六十度。哎，六十度你甲望看嘛，60度，那你哪望的啦？无你后日你真正，嘿啦，来，哇，嘿咯，哇，60度。来，今晚咱好嘞，60度诶，六十度得，咱慢滚哦，嘿，滚会伤软。听到无？莫滚啊，60度呐，搞火禁掉，别分甲等落来对对对，60度吼。好，咱好浸一下。诶，好浸一下吼，甲浸无焦掉得。好。哇，哎哎，真正嘛是省咧。会啦，会，因为面本来就水色个，才来拍个。嗯，对。今嘛来，咱火开来准备吼。来。哈哈，要来炒料，炒料。面干，这面干足重，伊炒面料太细。啊，一行一行，咱唔免赶紧，咱豆豆炒吼。来来，咱油一定要先落去。哎，哎，安尼哦。啊，即个来首先，咱赶快咯，咱只大肠啊头来先甲牵者。大肠啊头。大肠啊头啊，这干葱。哦，干葱。大肠啊头，大的肠啊头吼。来，我甲牵者吼。这米粉老食油啦。老食油。哎，所以讲油吼会当加一撮无要紧。加一撮。因为米粉哦，米粉即足够食油。家己适量啊。对，你家己斟嘿，因为。你也无油也无够吼，油丝无够，咱的米粉吼，伊就安打打。嘛炒起来。嘿对，嘿嘛袂芳吼，啊这大肠头一定要芳来。对啊。嘿芳来吼，啊这炒，即卖咱肠头炒芳来了吼，黑米。黑米就不要了呀。黑米这头都浸好啊，哦这，嘿咱这黑人炒，咱这黑米甲黑鸡黑就算，因咱这只菜是虾仁啦。对对对。虾仁炒米粉啦。炒米粉，我来食着黑米。对，即卖来黑米炒好，炒芳来了后香菇。啊，香菇多，香菇，好多香菇。吼，香菇偌芳诶，香菇嘛真芳吼。嘿啊，吼，哦，那像要包肉粽诶感觉。今麦来吼，咱诶洋葱，洋葱加红萝卜，红萝卜两项诶。今麦炒芳啊，炒芳。炒了，洋葱搁落去，啊，嘛搁愈甜，愈甜愈芳吼。吼，这真正。吼。诶，炒芳来吼，红萝卜。红萝卜，小朋友的最爱。对，这红萝卜是要加色诶啦。诶，较水色吼，红菜头加色较水色吼，好香哦！接下来这肉，诶，就系啊，肉那系下后边哈。诶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嘿，因为咱有淡薄仔油做碱的吼。嗯。哦，做芳的吼。哦。加一个。我今仔在加一撮啊。加一个高汤。哦，好香哦。哦，真正的啦，香喷喷吼。啊，咱这豆油来。豆油呢？豆油你家己斟吼，吼要食偌咸你家己斟，啊慢慢啊加，因为豆油吼，我拢捌咧讲吼，豆油就是吼，咱从乌尾吼爱搁加一撮啦，咱袂使做一摆拢加到，莫加一摆就加到，对，咱袂使一摆就加到，是啦，因为一摆加到吼，它没有空间啦，对，这米酒蛮好落外斤，今嘛安尼吼，今嘛来咱这料吼，要先甲起鼎，好，啊咱要较这料起来，因为咱肉色就准备要加起来。金巴差不多熟啊，这就拢爱先备料。来，啊，这样来虾好来，来，这虾都紧熟个。哇，真正水红个吼，足
性就熟了。快性的吼、哦。咱这高汤就是伫遮咧好处，就是随时拢加会着。哦。那看要打要打，咱就来加了。再来胡椒粉。再来，好。这真重要吼，两个胡椒粉就无同口味啊。对，啊，咱的香油一点点。香油一点点。起码咱安尼吼差不多啊吼，咱这个料一定爱甲减一半起来，等下要铺伫顶头。哦，嘿，安尼了解吼。啊，安我听有啊。对，这虾真紧就熟哦，你爱看虾已经熟哦。熟啊，红发哈。嘿，对，来减减淡薄。嘿，啊，起码咱的料吼，爱甲，哎来。一半一半吼。嘿，对。好。虾拢 OK。好。来，啊，起码捞起出啦。好。好，捞起出啦。啊，就按老几出来，咱那高汤就爱喝落去。哦，高汤就爱喝落去啊。嘿，啊，因为要炒高丽菜。哦。嘿，高丽菜。嘿。高丽菜，嘿啊，安尼较袂焦，较袂吼炒去焦。嗯。嘿，会喝落去。炒米粉有会用豆菜，袂用高丽菜。用高对。嘿，用豆菜，豆菜会使，高丽菜会使。你若用豆菜，就无用高高丽菜，就免用。用豆菜甲韭菜，吼。哦，啊，你若下高丽菜，豆菜就免。啊，你若下高丽菜，你一定爱下红萝卜。韭菜敢那一点拢爱呢？韭菜有的人有用，有的人无用，看有的人用葱啊、汁啦，拢会使。啊，这个汤真重要吼，这个汤咱等下你就要准汁了哦。这个汤吼，就重要。你有咩过进前这这个咱的这个吼，这青菜煮啊。先加下落。对。下淡薄啊。韭菜。哇，韭菜。嘛拢会使好多。好。来，咱这米粉甲和过来。不要全部诶。嘿，拢和过来，嘿，快紧来。好，好嘞，快紧。我跟你說，啊！这醋会使甲整个加，咱那道醋无拢加，会安尼会当一个时间个淋一撮，啊！咱啊！再加豆油，加一撮来。哇！吼！我闻到迄个醋的味。香味啊！因为你，比如你顶下淋一撮醋，你无淋醋吼，伊个会较无遐骨溜啦。安尼吼。嘿，对。来蒜末。蒜末。这蒜啊，蒜啊切油。蒜啊。嘿，蒜啊切油，加味的吼，这吃落饭。哦。够卤赞呢。关节，关节。啊，有一个阿母啊吼，你若要食较烂嘞，你着汤下放较济就算啦。啊，你若要食安尼 Q Q 吼，你着汤着唔免放较济。汤着炒像你安尼着。嘿，对，嘿对。炒米粉，大家阿母啊拢会晓炒啦，顶下炒出伊个这个口味啦。若要炒好食，歹食。对啦，顶下炒出伊口味啦，顶下炒出伊口味。哇，这重点就是这所在呀。哦。好，安尼会使啊。好，来来来。可以，咸汫拢有够，因为咱这还有咸汫。有啦有啦。对啦，安尼吼。好来，啊，即马来，咱等下上菜吼，咱只只只甲关伫顶头。好，嘿，安尼吼。OK。好来，咱准备上菜啊，吼。上菜咯。试吃时间到，来食看麦。好。黑人炒米粉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甲你讲，一碗吼。嘿。我甲你讲，咧七克牛外口嘛袂差。哦。55。咱家己要食成本无讲啊啦。嘿啊。因为黑人真济，肉丝嘛真济啊，该淋的该用的。你搁用药来吧，用药来吧，搁调味料，哎呀，吼，拢得咧，规个拢拿手得来。我今麦要试食，你试食看卖咧吼。咱有这个醋香，乌醋香。我爱安尼全部啊加做伙，知无？整入去，规嘴大嘴沾落，吼，认真啊吼。这米粉吼，莫炒伤淡，吼啊嘛莫伤干，安尼拄拄好中班的啦。我无，因为有一挂阿爸母吼，咱直接习惯哦，就是讲，你要淡，还是要较干咧？吼，你家己你的口味，吼，主要就是你的口味口感，有个人的口味。哦，伊要吼乌醋香的啦，哦啊，伊要吼甜的啦，伊要较爽就出来，拢家己感觉啦，吼。嗯，我唔知影掺醋是啥好食。加真香，乌醋的香啊，刷入去哦，嘛较好消化哦，加足好消化。对，嗯。嗯。我头先我拢当作吼，嘿，迄淡醋。未啦，吼，迄米粉你顶下，米粉你顶下淋一撮乌醋。唔知真好食呢。足香的吼。迄盘我要包啊。啊，来好，打包起来吼，来食这虾啊，这虾啊真鲜，一年咱拿两个啊尔，嘿。胃啊，要起来再拉一下。好好吃哦。咱火候拢差不多啦，吼，拢控制也足好势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咧煮的当中吼，啊，这个火候刀工啦、调味啦，啊，包括咱的食材啦，拢一定要看到嚼，看到嚼，哎。这是伫外口食袂到的。啊，当然啦，成本啦。虽然唔是山珍海味，但是咱一定要食出健康好滋味。是啦，感谢咱这阿哥西今仔为咱推荐介绍这个创意料理——虾仁炒米粉。天天老料理，下回见了，拜拜。Thank you.